如果我下辈子的话，你想当什么？如果下辈子的话，我想当棉被吧，你的棉被。不要你这牙齿一床。同居不交往，就这样子过了十年，没有上床。不是 ，K 跟 Queen 都是可的发音，不觉得这样听起来就像真正的一家人吗？我警告你哦，不管你敢逼我招走，你这死定了，听到了没有？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很想做，但你还没做到？找个好男人，赶快结婚吧。那你绝望？我就不是个好男人啊。我想认识你，你想认识我吗？他会幸福，就算现在不会，以后肯定会。